有事？梗系啦，唔通揾你翻嚟倾偈啊？我要你即刻翻嚟见我。Come in， 老细啊，快啲讲啊，时间紧要啊，我做埋呢个月我唔做啦。好 ，sorry 啊，老细，我想买 PG 一间屋啊，不过以我嘅人工根本就买唔起。我日日朝九晚五塞车嚟呢度做工，先赚到有四五千蚊。细路想同我玩嘢，四千五蚊一个月买个楼盘 Studio Unit， 绰绰有余系咪啊 ？Sorry 啊，老细，我唔想住 Studio Unit 啊，因为我有四个老婆啊。睇你嘅衰样，想同我玩牌资格都冇啊！四个老婆，哼！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两人。老细，你讲过啊嘛，做人系要有志气，所以我谂过啦，我至少要买一间一千方尺嘅屋，啱啊，态度正确。咁林董咧，寻日我饮茶嘅时候，佢又同我提起，最近佢又起个新嘅楼盘，一楼盘大概一千到千五方尺，大概卖60万左右。佢叫我要唔要投资喎、啊？佢都十万嘅，叫我买咁平嘅屋喎、啊。哇，老细，我真系冇跟错你啊！咁好嘅楼盘都俾你揾到嘅。细路，唔使叹气啦。我揾得到系因为我叻，唔代表人人都揾得到。嗯，想喺房地产市场分一杯羹，你有排同我学啊！我除咗睇心情，我仲睇对手系边个啊？好。意思咁，意思高。而家 get up， 翻出去做嘢。好，老细，我翻出去做嘢先。哇，今日我四个老婆一嚟开心到唔俾我瞓觉。哇！好彩唔使加人工啫。我倾房产，唔平唔卖，立即询问，成堆拍打奔晒啦。地产复倾，做咩啊？打我啊？咁多嘢都错啊！